那行，那个，那我给上次批评你这事儿，我给你道个歉，是吧？这个批评的时间有点长，对吧？下次再出现这种事儿的时候，我少批评五分钟，好吧？给你道个歉啊！等会儿，什么批评时间有点长，少批评五分钟啊？你就不应该批评我。对，你这话说的可不对，怎么就不应该批评你呢？哎呀，你乱倒垃圾的事儿不应该批评你吗？哎呀，赔钱！哎呀，哎呀，大姐夫，就是你给人道歉能咋的呀？啊，再说那车不你撞的吗？就是。是吧？是。哎，道歉。那行，那个海龙啊，我给你道个歉，好吧？那个倒垃圾的事儿上次批评你不对，好吧？给你道歉了。行，好了。这个事儿算过去了啊，还有个事儿，还有事儿。哎，前两天我开车停在咱们小区的消防通道了啊，就这么点事儿，批评了我整整一个月啊，见过一次批评一次啊，整得我都不敢回家了啊。这个事儿，道歉。哎，你给我站好了啊！你嘚瑟什么？你嘚瑟？我站好，我就站。看你像跟办事不随似的你。给你道歉，凭什么给你道歉？怎么不能批评你？批评太少了。哎呀，道歉，道什么歉呢？倒垃圾都能道歉，这停个车有什么了不起？道个歉呗。那能是赔钱吗？怎么不是一个事儿？别吵吵！我跟你说啊，他把那个车老停在那个消防通道那儿，那能行吗？啊，万一要是发生了火灾，消防车进不来，人命关天的事情，那开什么玩笑？我给他道歉，是不是？哎，拿出点男人的气概来！我来了，赔他钱，赔钱，上去吧，赔钱。行，你说吧，多少钱？哎呀，这个数80啊！这家把你嘚瑟的，这家给俺们吓的。老公，给他100，那20不用找了。好嘞，80万！你要吃人呐？我你嘚瑟什么玩意儿？大姐夫还没嘚瑟呢。大姐夫呀，80万你不哆嗦呀？我反应有点慢。反应慢不慢都得80万，这个车就是80万。